通过我们在寒冬里的热情舞蹈，传递迎接北京冬奥的喜悦之情，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为北京冬奥会加油，为中国队加油。我感受到更快、更高、更强、更团结的奥运精神。我们国家既办了北京奥运会，也举办了这次冬奥会，感受到了国家的强大。冬奥会一定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精彩。